小猫咪耶，哎呀咪咪，小猫咪好可爱。哇，前面还有一只，你们是兄弟吗？长得这么像，真的长得好像。现在到了一个 cactus garden， 各种各样沙漠植物、多肉植物的一个小花园，不收费的，就公敞开的，也没有什么门呐、也没有门卫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棵什么呀？这么大的肚子，哇，天哪，好神奇！哎，这只猫咪一直跟着我耶。哎呀，咪咪咪咪，哦，美国猫不应该叫咪咪，中国猫才叫咪咪。我、这个好像要挂了。哇，天哪，这多肉长的，真的是，这个叫做得天独厚。哇，这里又有这个仙人掌，到处都有红红的。哇，这一大片芦荟，这是芦荟吗？还是龙舌兰？好茂盛。哇，这边的仙人掌这么整齐，一大片都成精了。这个是啥？哎，说实话，这种树都长得很像那个 Joshua tree， 这根本分不清楚哪一种才是正版的。但是按道理来讲，Joshua tree应该只有那个公园里面才有吧？如果这么常见的话，那就不稀罕了呀。哇，这大仙人掌，哇，大的龙舌兰开的这个花，你们看，还没有开，还全是花苞。它长出来这个杆子，真的是比我胳膊还粗，好夸张，好夸张！哇，上面的小花苞密密麻麻，天哪，这要全部打开了是什么样子？这种植物真的是积累了多少年的能量，全部用来开花了。这是一棵巨大的仙人掌，这一块比较秃，还可能还应该再种点东西。哇，这边我这仙人掌都长花苞了，哇，这全是花苞吧？这是花苞吗？这是花苞。哎呀，可惜看不到开花了。对吧？这是花苞，这是花苞。哇，这开花的时候肯定美哦，这么多，这么多花苞，开的时候肯定很好看。哎，可惜看不到了。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转一转，哇，这法师，这棵法师，啊，羡慕，真的是来自北方人的羡慕啊！哇，这棵法师开花了。What？这是看到没有？这个三四层楼高的，这是一个花柱啊！这应该是去年的花柱。天哪，它下面的那个主体已经死掉了，主体你看这种叶子已经死掉了。哇，这个粗，这个真的是，这比人还粗啊！天哪，来个广角，这也太震撼了！第一次看到这么粗的花柱，应该就是这种龙舌兰开出来的花。它一旦开花就死了，它积累了多少年的能量就为了开这一次花。它这么大个，所以说它开的花柱才会这么粗。天哪，这个太震撼了。哇，这个是棵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肚子好大哟，肚子好大哟。哇，各种各样的沙漠植物，仙人掌，各种仙人掌。啊，那边还有吗？这么大的吗？这个花园本来想着说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你们看这棵树上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它的毛茸茸的，是它的花吧？你看这棵树上结了好多个，太神奇了！干枯带着成了棕色的，